昨天我故意在选秀比赛中让贝尔赢得了比赛，因为贝尔是王后的亲生女儿，结果你们竟然都说我搞错了，还说白雪才是王后的亲生女儿。哼，我才不信呢，白雪明明就是女仆的孩子，只有贝尔才是王后的亲生女儿。今天呀，我还要让贝尔赢得比赛，这不是艾莎吗？哼，艾莎虽然长得漂亮，我还是要给她打叉叉，我才不让你入选呢，回去吧回去吧你。哎，怎么艾莎的姐姐也来了呀？哼，你也不行，别看你们两个长得都很漂亮，我通通呀都不会让你们入选的，走吧走吧，快回去快回去。这个是谁呀？还穿着唐三和艾莎的衣服，这也太丑了吧，打扮的不伦不类的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贝尔终于来了呀，哈哈，我等你好久了，来来来，气质满分，形象满分，内在美更是满分，进入选拔。来来来，贝尔呀，这次我还要给你选上最漂亮的裙子，哎，就选小五的裙子吧。然后呀，我再帮你打扮一下，帮你换一个好看的发型。哎，这些发型呀都不好看，都不如贝尔的好看，那我就不给你换发型了，帮你换一双漂亮的大眼睛，小巧的鼻子，漂亮的嘴巴。然后呀，我帮你变得高一点，再瘦一点。我知道贝尔最擅长唱歌了，这次的比赛项目呀，我们还是选择唱歌。哎，这个是谁呀？唱的难听死了，你呀还是赶紧回家吧，当然还是我们的贝尔胜利啦，嘿嘿，你们谁也不许更新游戏，去帮助其他人获得胜利。